自駕遊其實都兩個星期了，我哋都開了咧有4000多公里路啦。其實而家已經係進入了呢個塔克拉瑪干的沙漠地帶，我哋就去緊和田啦。和田美玉甲天下，有冇聽過咧？我哋一陣咧就會睇下。和田是位于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带一个绿洲城市，是丝绸之路上面一座历史名城，所以到处都可以见到很多当年的古城、宫殿和寺庙。这里就是全和田区最大的玉器市场，有成过千间铺的。来，三百米。好吃，好吃。我都买一嚿回去啊！爹哋话想要和田啊。这个多少钱啊？14万元。14万，14万啊！呢个摸下先，摸下都好。和田玉有7000年历史，曾经是新疆地方向清朝皇室进贡的珍品。过去有好多维吾尔族人都以挖玉为生。不過後來因為過度開採破壞了生態，於是政府實施禁採和限採政策，令到近年玉價大升，一不小心仲好容易買到假貨添啊！這是玉怎麼賣啊？1万5。1万5？呢嚿係15000。怎麼看這個玉啊？太难了，太难了，一时半会我也跟你讲不清，你也学不会。对啊，所以啊，真的烧肉啊，这嚿5万啊。呢一日虽然肉就买不成，但系我哋又继续去到市中心另一个好出名的地方探索。嗱，呢度就是和田市中心的屯城，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南疆维吾尔街区嚟嘅。喺呢度啲建筑咧系好有特色，叫做阿依王。以前呢度啲人咧都係賣白鴿啦，啊賣雀啊賣蟲為生，咁所以呢度咧又叫做鴿子巷。留香茶葉店喎，叔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是这里的老板？啊。哦，老板嚟嘅，老板嚟嘅。你叫什么名字啊？妈妈听咪。啊。为了了解这个社区的历史，我们找到一间药店的维吾尔族伯伯，原来他们家几代人都在屯城开铺的。这个地方200年了。200年的本地人，爷爷的爸爸要这个地方出生的。那这个街老街以前是这样子的吗？还是不是以前不是那么样子的？不是这样，木什么说说的都是土，都是土泥巴的。一下雨的话，泥巴的呢？以前嘛，这个地方也要学的呢。古代里面钱也学的呢。伯伯话，屯城原本是一座唐代遗留落嚟的古老城池，当地维吾尔族就世世代代喺度生活。以前呢度就好似一个贫民窟，屋是土坯房。条街啊，每逢刮风落雨都会水浸停电，
於是到了2016年，當地政府得到北京市的援疆資金支持，用了3亿多幫全區重建，令到呢一度居民終於有了新家園。原來現在不一樣了，現在花的那個幾了，現在也要有呢，茶水都有呢。水有的现在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游客多的来呢，人来了，你要来买的呢，他要来买的呢。重建后，为了方便维吾尔族居民生活同埋做生意，整个社区特登设计成下铺上居，原本的居民都可以免费入住同埋开铺。啊！我呢个天井位哦，所以你挺凉快的。哦，我饭厅喺呢度。你好，你太太吗？我太太。太嘛。嗱，和田屯城呢度咧，越夜越精彩啊！嗱，而家咧其实竟然系夜晚嘅8点几啦，唔好睇个天咁光啊！咁呢度咧就围咗一大班人喺度，咁啊俾我哋下昼嚟嘅时候咧，多咗好多人嘅。咁我知道啦，呢度咧。舉行緊呢個咧就係烤羊競食大胃王大賽，咁所以大家咧都喺度湊熱鬧嘅。嚟過嚟睇下先，入去啦。重建後嘅屯城成為咗沙漠地帶遠近馳名嘅民族村，當地維吾爾族人亦都好識得做生意，開咗好多特色餐廳，仲經常大搞噱頭，舉辦唔同嘅活動吸引人流。是烤全羊。嗱，呢個烤全羊嘅精彩菜咧，就係由隔離呢間餐廳嘅 sponsor， 個老闆就喺呢度啊。我老闆要辦這麼一場這個比賽，其實也不便宜哦。你們平常的生意好嗎？好好好，這一天就是100只羊買完。一天你買只羊都買完？啊，我一天可以買到100只羊啊！一只羊是1500块钱左右，大概是15万的。那生意是非常好。啊，對。我哋嘅參賽者咧已經係一字排開嘅啦，咁啊大家睇佢哋嘅外形都真係份量十足啊！有咩有咩有信心啊？我話俾你聽，贏咗嘅話可以攞到咩嚟講啊？贏咗我去騎呢個電單車翻屋企啊！全部好，3、2、1，開始！食咗1200克嘅羊，再加埋成碟洋葱都系食晒，犀利啊！厉害！经过几个回合嘅激战，冠军终于诞生。明天还要吃羊吗？明天不吃了。喝2天再来，喝两天。喝2天，那再吃。我俩再食过。9点钟啦，和田市嘅小学生排晒队翻学啦。上课啦，上课啦。青春嘅活力翻嚟啦，做早操，好，操操做早操。嗱，呢间小学咧，我问过啦，由小1到小6咧，系一共有2000几个学生嘅。咁我早操时间咧就。都幾大陣仗，2000几个學生一齊，而家咧就排到去個操場度做早操啦，一齊去。近年全國好多大城市都出錢出力幫助新疆嘅少數民族，
例如北京市就投放了超过20亿元支援新疆教育，包括起了这间小学和隔离的幼稚园。而校内很多老师都是由全国各地而来，希望帮到这里的学生。同学们好，我看到我们同学有不同的民族的哟。哎，我们班是有维吾尔族、那个塔吉克族呀、哈萨克族呀、土家族的那些少数民族都有呢。那您也是哪里的呢？我是四川成都的。为什么会来新疆教书呢？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老师就向往新疆这片土地，然后国家也对新疆这个教育事业特别重视，也有很多的人才来到了我们新疆。我哋学校行咗一圈，发现呢度嘅硬件设施分分钟比一啲大城市嘅学校仲先进。哇！欢迎来到五 G 全息投影。这是我们的五 G 全息投影设备。您看到的屏幕背后的老师呢？他其实不是躲在这个幕布背后，他是远在北京海淀区。哦，他是在北京的。对对对。呢个我真系未见过，第一次见。所以新疆嘅同学就可以直接同北京嘅老师上堂。然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问他。对对对，可以现场互动交流。然后这台设备非常贵，是由北京市给我们学校提供的，据说投资将近400万。北京的老师跟你教什么？甲骨文写的字是。你觉得北京的老师是不是很厉害？的确很厉害，北京老师知识广泛。那你们有这个经历真的也非常难得。太奇妙了。对，非常奇妙。科学教授，你们这个是 VR 的，对吧？对的。你看到是什么？里面可以有很多教学模式，还有关卡之类让你闯关。哇，这么厉害，好不好玩？好玩。喜不喜欢这堂？喜欢，很喜欢。这 STEM 教学其实香港的学生都是上紧啦，即系而家喺国家最边疆新疆的学生都是上紧那个 STEM。而且您说这里的设备比在城市、比在北京对对对更完善哦。对对对，让这里的孩子也能够跟我们北京的孩子一样，了解到更先进的教育。相信他们这代人一定和他的父辈不一样，能够有更高的视野。将来呢，他们也有可能从事和科技有关的一些领域。和田啊，而家正式咧就系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南疆嘅塔里木盆地，系全中国最大、全世界第二大嘅流动沙漠，有成33万平方公里，足足有330个香港咁大。不過呢一個咁荒漠嘅沙漠咧，竟然傳説中咧係有一條千年嘅神秘古村啊，叫達里亞布爾村。呢一日我哋喺沿路嘅補給站就遇到一班啱啱由達里亞布爾村出嚟嘅澳門攝影發燒友。阿曹生系嘛？阿曹生啱啱就喺达里亚布依出嚟啦，同埋你架车即系睇到都知系经历咗好多沧桑。而家呢度入去仲要揸多几耐？呢度入去要大概100公里啦，而且完全唔系公路嚟嘅。因为有部分系其实喺沙漠度，等于好似撒哈拉沙漠咁行法嘅。哇！一定要真四驱。真四驱。普通嘅行唔到嘅，因为你体会到噶。系啊，体会到噶。我都好期待喎，听你哋咁样讲。好，拜拜，拜拜，攞部相機，攞部相機咧。嗱，琴日嚟到呢個中途站啦，上翻啲物資啦，搬翻兩架呢啲重裝備嘅四驅車啊，同埋要揾一個咧就係當地熟路嘅司機帶路咧，先至可以入到去。咁我哋出發啦！
大利亚古伊村呢，是因为人世咗，与世隔绝咗呢，系好多好多年，一直系去到189几年呢，先至系被一班探险考古学家啦，即系意外路过咁样发现。佢哋都以为哇，系咪见到沙漠嘅鬼啊？里面不是有金爵古国，它就在里面，科尼亚人就是金爵古国的后代。 我们在地图上面是找不到这个，对，找不到。精绝古国系西汉时期位于利雅河畔一个好出名嘅城邦，后嚟居民喺一夜之间消失咗，佢嘅故事到咗今日，仲成为好多畅销盗墓小说同埋电影嘅题材。 真系会荡失路噶！入咗沙漠之后，我哋嘅电话亦都冇晒信号。你有信号吗？没有啊。没有，那怎么找啊？凭感觉，凭你的感觉，把路找出来。最后师傅终于凭经验揾到条路。 但系行行下，佢又话要帮啲车胎放气，因为条胎太实，架车会好掟，分分钟仲会死火添。终于都到啦！我足足系真系坐咗有5个几钟头嘅车啊！呢度咧系塔克拉玛干沙漠嘅一个中心地带。 揾到呢個沙漠之中嘅一片小綠洲，呢度嘅族人就係咁樣世世代代定居咗喺呢度。你們好 ，Hello， 你好。达里亚布依嘅村民系隐居沙漠嘅维吾尔族人，佢哋极少同外界接触。我哋要预先约一位当地嘅翻译大哥帮手，先可以同族人沟通。你也是你的爸爸的爸爸爸爸，都是住在这边。啊，三代人一直在住在这儿。哦，这里的牧民。牧民。对对。哦，养羊的。啊，放羊的对。哦。 那这里有多少户人呢？300户，对，将近有1000多人。这里这个就系好典型佢哋呢度旧村嘅屋啦，即系用啲树枝啊搭埋一齐透窿嘅，呢个叫做八子房，这就是你小时候住嘅，就住在这里啦。对。 就是房间嘛，就是睡觉的地方。对对对，睡觉的地方。这个灯也就这个不是灯嘞，因为我刚来过，对，原来是没灯的哦。对对，原来是没灯的。都叫海面的。有海。哎，地球是没电。都没电。啊。哇，这个地其实还是泥嘞，来的哦。对对对，它湿的哦。每年就7月份的时候，洪水淹了。 哦，每年7月份的时候就淹水，可把天花板女儿捞鱼给才会冧落来的。嗯，厨房是在这里。嗯，在这里。怎么煮菜？就在这里。这里怎么煮啊？埋土的那种。埋在土里面煮。对对对。埋在土里面怎么煮东西？ 整块摆落去，哦，埋在里面，等20分钟就可以熟吧。就这样，哦。
好香啊！哇，脆嘅喎，個皮係，呢個就係燒濕部落嘅滋味。去到達利亞布依村咧，個環境其實係好惡劣咯。政府為咗幫呢千幾人脫離呢個貧困，咁但係如果直接將佢哋一搬就搬出嚟遠城咧，會驚佢哋唔慣喎，因為佢哋之前一路都係過緊一個好非常原始嘅生活。咁點咧？咁啊俾佢哋諗到哦，咁我都喺同一個沙漠入邊，但係比較近遠城嘅地方，就掘地咁起一個新嘅社俾佢哋住啦。咁仲要特登為咗呢千幾人咋起一條公路，就可以由呢一個沙漠直達去遠城。这是你的家吗？我的亲戚。你的家，我们去看看。哇，这就是你的新家，哇，上面可以有冷气，哇，有蓝黑，哇，然后哇，好漂亮哦。老婆，这是你老婆啊。2019年，这个中国最后的沙漠部落完成搬迁，政府为他们这千几人在沙漠外围起了一个新城。每户都免費獲派一間洋房，呢度有齊生活嘅基本設施。國網供電公司仲投資咗3000多萬，將電網通到新村，解決咗沙漠嘅供電問題。那你們就是知道可以離開老家搬出來的時候，那個感覺是怎麼樣的？yollarımız revan, bizim uçtuk öyle otalay tam oldu. 他們都很激動，他們一到新村看見的有水有電。还建了学校、卫生园，还走的是柏油路，而且有网，他们也可以刷快手、抖音、微信也用上了，他们都很幸福。哇，哎，哇，开胶水，这感觉真好。我感觉你们现在真的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我都好 surprise 啊！其實喺呢個新村入邊，其實搬出嚟嘅都只係千幾人啫。咁而適齡學童都只係得百幾個，都特登幫呢百幾個學生起一間學校喺度。這是你們的播放嚟嘅我比較喜歡英語。英語啊，看看你的。不難啊。我覺得好難哦。不難。這些我都會默寫。你都會默寫。對。It's a pirate. It's a pirate.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什么意思？你几岁了？你几岁了 ？Do you like skirt? 是什么意思？你喜欢裙子吗？哇，好厉害！原来你哋英文都识噶，读得好好听。哇，好棒哦，你们！听日我哋会去到西藏，展开一场朝圣之旅。終於嚟到世界屋脊西藏，好多係五體投地咁樣。見到佢即使其實手都係受傷嘅，但係佢都一路係拜，一路拜，一路拜，一路拜。冇嚟過色拉子體辯經啦，就唔算係一個圓滿嘅拉薩之旅。佢哋淨係衝上雲霄嘅西藏版，好酷啊！而家有沙塵暴啦，不過我哋琴日其實啱啱先洗完架車，而家架車已經全部擋滿玻璃，好沙。去年年底的时候，一个青海的人，骑个摩托车在里面失联了7天。那后来找到吗？找到了，慢一天的话就不行了。怪不得他们说你进入这个沙漠不一定能出得出去。对。